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学性宗者，往往至性而昧周，如至性废修；学相宗者，又往往至种而昧性，皆不明今旨之过也。这一段就是说的对于教义没有能够圆融，于是发生所谓的偏见，这个是错误。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学佛一定要有圆满的知见，圆知圆见。对于修行的功夫，就不会产生障碍。就如《华严经》上所说的，我们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五十三位善知识，他们自己所修学的法门都不相同，但是他们有偏见，他们有成见，而且每一位善友都非常谦虚，尊重别人，对于其他的法门，其他的修行人没有不尊重的，决定没有毁谤，决定没有偏见。那么这些有执着有偏见的，都是知见不远，教理没有真正的通达。比如像这个事情呢，自古以来就有。学性宗，禅宗是性宗，这个三论宗也是属于性宗，天台也是属于性宗，贤首是属于相宗。至性而昧种，性就是真如本性。他们这个很执着，就是要求明心见性，把这个佛种从原生呢，所往往他轻视，他认为这个很浅，不值得学习的，不晓得浅乃深之浅。深乃浅之深，深浅一如啊，深浅不二啊，他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于是有执着有偏见，至性废修啊，对于基础的修学，往往就疏忽了。那么现在佛门里面，我们也常常听到有一些说法。说小小戒可舍，就可以不必重视，这个也是错误的。实在做不到啊，我们要生惭愧心，不能有这种念头，
这个念头啊很不好。你看世间法里面都讲讲这个品德修养上说要防微杜渐，小小的过失如果不能够防止，慢慢的它集成大的过失就很难改了，就要造罪业了。所以真正修仙人一定是从很小的地方呢，他就很注意，就很重视，小过能够改啊，大的过失就不会产生，所以这个学性中人往往不重小节，也就是他的毛病。那么学相中的呢，往往他执着在小节上，眼光不到，所以说不知道这个真如本性的重要性，于是相宗啊毁谤信宗，信宗信宗毁谤相宗，这个我们在历史上都能看到，诸位要晓得，这不是佛法里面有过失，是修学的人呐，知见不远产生的偏见啊，佛法里头决定没有这个过失。如果我们看看这些祖师大德们，他们没有偏差。你比如说这个禅宗的祖师，对于教下的很尊重、很赞叹。教下的祖师大德对于禅宗的这些禅师也非常尊重，也非常赞叹。那就没有了。这是他的学生们里面会有这些。这种情形，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受无众生得灭度者，这是事实；度众生，实无众生得度。这个说法，这初学人听到之后就很难理解，好像两句话完全是互相矛盾，又要度众生，又施无众生得度，这个话怎么讲呢？必须要明白其中真正的道理。实在呢，在前面也曾经呢透过了不少了，佛菩萨度众生是给一切众生做增上缘而已，佛菩萨只是把理论告诉我们，我们不晓得这个道理，把理论告诉我们，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事实真相我们不知道，佛菩萨知道，修行正果的方法告诉我们，佛对于我们的帮助就到此为止啊。真正修行啊，要靠自己啊。那自己不肯干呢，那个等于零啊，没有用处的。佛只为我们做正善缘，真正去修行，一定要靠自己。所以大乘经上许多地方佛都说佛不度众生，这个就是众生之断惑正真，修行正果是他自己的成就，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想的。我们肯精进肯努力，佛菩萨保佑加持，我们不肯用功不肯努力，佛菩萨也无可奈何，也没有办法，就像学校的老师对学生，学生很听话很用功，老师在旁边指导他帮助他，那学生很顽皮不听话天天逃学，老师对他也无可奈何，佛菩萨是老师，
大家要晓得，不是神明啊，其实神明对我们呢也帮不上忙啊，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啊。我们学佛的人呢，第一个要明理啊，神明就是保佑我们，确实是我们命里头有的，命里没有，我命里头没有财富，我天天拜神，神就给我财富了，没这个道理啊。假如神明真的，我命里头没有财富啊，他可以给我做财富啊，佛菩萨都去拜他了。那不，佛菩萨没有这个本事，他有这个本事，那得了吗？啊，不可能的事情啊。我们做了好事，所以神明呢有奖赏，那是因为你做了好事啊。就像你对社会，你对社会有很多贡献，国家给你奖赏，就是这么个道理。啊，国家奖赏，他有理由的，有条例的，啊，不是随便啊，他喜欢你就可以给你，那个犯法了，那个不可以的。你一定要有功勋，啊，要有贡献，你才能得到。啊，那么这个功勋贡献，还不是自己修的吗？还不是自己命里有的吗？啊，这个神明也不可以乱来的，啊，这个是。礼仪要搞得清清楚楚。为什么说十无众生得灭度？观照无生无德之理，那真实无，非假想为，这是事实真相。我们常讲宇宙人生的真相，般若经上常讲诸法实相，啊，一切法的真实相，真实相确实没有生，所有一切现象，世尊在经上方便说，缘和就现象，啊，因缘聚合就现象，缘散了呢，这个相就灭了。其实相根本就没有生，也没有灭，啊，事实是缘聚缘散而已。你要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啊，佛说的这个话呢，你就懂了，啊，你就了解了，才晓得。度众生非常重要啊，二十五众生得度者，这是事实真相，决定没有矛盾。现代的科学家的确很聪明啊，他们已经发现了实实在在没有物质的存在。从前科学家还说啊，啊，这个物质啊，分到原子、电子、粒子，还有个子，还有个东西在呀，啊。现在科学家认为，那是错误的，根本就没有。啊，那么一切现象是什么呢？他们说波动的现象。啊，那么这种观察。越来啊，跟佛所说的越接近啊，这个波动的说法跟相宗的讲法呢，非常非常吻合。你看，相宗讲呢，一念不觉而有无明，那个一念不觉就是波动啊，从波动里面产生三细相、六粗相。现在这个科学进步的这种观察很值得赞叹啊，佛法里面所说的这些关于物理这些方面东西啊，物理生化方面东西啊，越来越被科学家证实啊，世尊在3000年前所说的，没有科学仪器啊，
就讲得这么样的清楚，这么样的透彻，啊，3000年后这些科学家借了许多精密的仪器才发现，啊，所以这个无是真的无，啊，不是假设，不是假想的，啊，无既然是无一切法不生，诸位想想看还有什么得呢？我们今天想得到这个，明天想得到那个，啊，当然无得。心经上说得好啊，心经也是般若经的纲领的，比金刚经还简单，还要量啊，心经文字少260个字，但是很难懂啊，那比金刚经难懂多了啊，这大家念得很熟啊。心经最后顶要紧的两句话，无智亦无得，智是能证啊，这个佛法里面讲的菩提呀，得呢是所证呢，是涅槃。无智无得，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你，菩提跟涅槃也没有啊。你要认为有，那你就错了啊。有什么？你又分别又执着了，这一有啊，你就有四相了。啊，那不过是假名而已。啊，佛说这个话的意思是要你借这个假名误入真性。你可不能执着假名啊！要执着假名呢，你就不能见性啊，你就错了啊！要套《金刚经》这个话来说啊，菩提者即非菩提，涅槃者即非涅槃，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金刚经》的语法。告诉你啊，佛说法真正的意趣啊，这是金刚经的好处啊。关照这是很深的关照啊，这个是高端的功夫啊，不是浅显的功夫啊，很深的关照才能够见到无生无德之理。我们在大乘经上看到佛告诉我们，八地菩萨见到阿赖耶识里面微细的生灭相，八地菩萨才见到，那要能够见到无生无德之理，那个八地菩萨还做不到。所以这一句的境界，要不是如来果地上最低限度啊，也是等觉菩萨的境界啊，可见得到那样的境，这个境地呀，才能够见到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我们要相信圣言量啊，佛讲的。我们要相信，不能怀疑。佛在本经上告诉我们，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佛绝对不说假话。这个事实，你慢慢去修。修到了九地十地等觉，你就见到了。你才亲自见到了。那么你才晓得佛所讲的完全是正确的。我们没有证得等觉。
我们在弥陀经上，在无量寿经上看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诸上善人，那个上善呢，给诸位说就是等觉菩萨啊，上善是等觉菩萨。西方世界的等觉菩萨人数很多很多，不是算数能够说得出来的啊，真的是无量无边阿僧祇数了。这些人，那佛讲的这些境界，他们都见到了，都证得的啊。佛如果说是说的，如果不是事实，那他们早就提出意见了啊。可见的，佛所讲的句句都是事实真相。古德以武艺作冠，这是教给我们初学啊。这个观照无生无德之理，实在讲不是我们现在功夫能够做得到的，但是我们也很想啊，能够沾一点边嘛，这个可以啊，沾一点边缘呢，懂得一点修行方法啊，可以。这是古德教给我们，教给我们呢，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常常修这五种的观想。第一个呢，缘生啊，这个比较上容易啊。我们观察一切事物啊，这个修观呢，观外面境界容易，观自己很难。那观外面境界呢，回过头来就想到自己了。四大五蕴之假合，当体皆空。这是叫我们观一切动物，观一切动物。因为植物矿物只有四大，没有五蕴啊，因为它只有色啊，受想行识它没有。动物有受想行识，受想行识是心理的。所以植物跟矿物它没有心，它没有思想啊，所以它只是四大，它没有五蕴。动物就有，我们看一切动物，你只一接触看到了，你就看它四大五蕴。四大五蕴呢，活活而现的这个相，你能够这样观察，给诸位说一切动物都平等的，通通是四大五蕴原生的吧，你会看成平等啊，当体皆空。除四大五蕴之外什么也没有啊。四大五蕴是缘，聚起来现这个相，散起来这个相就没有了。如果说这个还不太容易懂，我们举个浅显的例子，这个我们叫它做一本书，这个好懂的。这本书呢是些什么东西呢？是很多张纸呢钉在一起的，那钉在一起我们就叫它一本书，拆开之后一张一张的，我们就叫它做纸，就不叫它做书了啊。这个书呢是许多张纸钉起来，这个圆显得像。那个笨的人说，哎呀这书啊，执着是书。那聪明的人说，这是一堆纸，这不是书，一堆纸钉在这个地方的啊。那聪明人看到是很多张的纸，
不聪明的人呢，执着这个是一本书啊，聪明的人是根本就没有看到书，看到的是很多张纸啊，这很多张纸的时候没有生也没有灭，那个书的像啊有生有灭，装订起来这个像就存在了，刺开了之后这个像就没有了，那么你就想的这一本书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像是幻象，没有生灭，给你讲一切法不生不灭了，就是从这上说的。你如果一桩事情明白了，哦，这个书的确没有生灭，你就晓得一切万法都没有生灭，同一个道理。因为它是语言生法，语言生法哪来的生灭的，只有缘聚缘散而已啊，你才晓得的当体皆空，当体皆空啊，那就了不可得了。你要把事实真相看清楚，我们对于一切万物啊取舍的念头啊就没有了，取舍的事可以有，穿衣吃饭啊，处事待人接物啊，这个事啊可以有，心没有了，取舍的念头没有了，你看岂不就是符合《金刚经》上佛教给我们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吗？啊，心里头无住，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啊，真心就是你的日子过得很幸福，很自在，很快乐。啊，凡夫的麻烦在哪里呢？身心他要住啊，这很麻烦啊！啊，他有得失的念头，患得患失，在这个里面起了严重的贪嗔痴慢。啊，这个是自己自作自受，苦恼无量啊！啊，就是不知道事实的真相。般若经它的特色就是把这些事实真相跟我们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知道世尊49年说法，这个第一时华严呢我们不说的，那是世尊在定中跟法身大师们所说的，出定之后从落叶云度五比丘开始啊，开始说小乘12年了啊，阿含讲了12年了，等于说办学校啊，小学6年啊，中学6年了啊，培养这个基本的知识啊，第二个时期进入到方等啊，方等8年等于办大学啊，有方等8年的基础才进入般若，般若讲了22年啊，22年讲个什么呢？给诸位说，就是讲个无住身心啊，或者就是讲一个无智也无德，讲了22年。真正明白了，那个受用无穷啊！由般若才进入法华啊，法华跟华严完全相同。这是头一个晓得了一切法是缘生的。第二呢？你去观察同体，相虽别而体同，以法界，这个一法界一是真的，二就是假的。我们学佛的人永远的牢牢记住这一句话，一就是真的，
所以念佛叫你一心称念，一心真心嘛，二心就是妄心了。啊，二心不是真心，一心是真心。这个一法界是体，十法界、无量法界都是从一法界生的。一法界是本体，为什么会生十法界、生无量法界呢？那个无量的法界是从分别妄想里头变现出来的，这就是世尊在大乘经上常常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一切法实在讲就是十法界无量无边的法界。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从心想来的，所以观想非常重要啊。一个人他的一生幸福与否，与他的念头完全是成正比例，他的思想要很健康，他的身体一定很好啊，思想啊健康纯正啊，这个人身体一定很好啊，一定很快乐，很幸福，很美满。如果他思想有了问题了，那身体不可能好啊。思想有些什么问题呢？一天到晚胡思乱想，他的问题就来了啊。这个思想纯正跟诸位说，想一个事情，这叫纯正啊。你比如世间法，你读书，你常常就想你读的功课，这纯正，他没有胡思乱想的啊。你工作，你在这个行业，你天天就想你这个行业里面的工作如何来发展你的事业，如何来帮助这个社会，这是很纯正的思想啊。确确实实世间法里面讲的，你得福报，你得健康长寿都可以得到啊。但纯正的思想就是我的事业，我的事业一定要帮助这个社会啊。如果念念都为自己个人利益呢，这个思想不健康啊。为一切众生，为大众，这是健康的啊。所以佛菩萨他的想法是为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做好样子，这我讲了多少遍了，这叫最健康的思想啊。所以佛的身呢，他得的是金刚不坏身啊。那我们这个世间人呢，最差的思想就是什么呢？想病哦，本来没有病啊，一想病就来了。病从哪来的？观想当中来的。今天想这个病，明天想那个病，想到浑身都是病，是这个就糟了，糟透了啊。这个是最不健康的、最不幸的想法啊，这个我们要知道。所以有一些有已经有病的人，甚至于病很重的人，他要肯相信的话，念头一转，他病好的就很快啊，医生治疗也非常有效啊，要他自己本身念头转过来，从今而后不要去想病啊，想佛都好。想佛会成佛啊，想菩萨就成菩萨了，就想病就得病啊，想死就活不了啊。
这一定道理的，是想什么就变什么。这个十法界、无量法界都是从心想生的，所以知道所有无量无边法界同一个土，真如本性，真如本性就是体，同一个体。佛菩萨明白了，见到了，所以对于一切众生，他所施舍的是无缘大慈。缘是条件，没有条件的，帮助一切众生尽心尽力而没有条件。为什么没有条件呢？他知道是一体，知道是一体。我们今天做事情都要讲代价，都要讲条件，为什么呢？我们不知道是一体，不承认是一体，所以一切要讲条件，条件谈不拢来，那就不肯帮助的，就不知道是一体。唯有诸佛与化身大士，他们明白，他们证得，所以我们要常常想，这一切众生是同体，相虽然不一样，体是同的，而这个体是什么呢？实在讲，就是清净心。如果大家心里头一念不生，这个心是相同的，一样的。诸佛如来的心是一念不生，我们如果的心也一念不生呢，跟诸佛如来同一个心。你要想着同一个心，那功德可不得了了。同一个心呢，就同一个智慧，同一个德能，一切都同了。道理事实你真的搞清楚了，真的搞明白了，你才晓得念佛法门不可思议。为什么呢？念佛法门是直接修清净心的，他没有拐弯抹角，没有任何委曲婉转呐，直截了当修清净心。清净心就是佛性，清净心就成佛了。如来的无量智慧德能都是从清净心里面生出来的。你说这个方法实在讲非常非常的高，非常妙啊，而且也不难啊，人人呢都可以能够修学。第三呢，要知道本极，本无生灭，哪来的涅槃呢？世尊为我们讲大菩提大涅槃，是方便语啊。因为众生有烦恼，佛就说一个菩提，从烦恼对立建一个菩提。因为众生执着有生死，所以佛就说一个涅槃。涅槃不生不灭，没有生死。如果我们觉悟了，烦恼没有了，给诸位说菩提也没有了。烦恼没有了啊，还要有一个菩提啊，菩提就又变成烦恼了，你就又有一无了嘛。我们生死没有了，你还以为有个涅槃，涅槃又变成生死了。它是相对建立的，一边倒了，那一边就没有了。这一定要知道。所以佛给我们说，法上应时，何况非法了。菩提涅槃是佛法，法也要是，
法也不是真的，不可以执着啊，用它来治病，病好了药也不要了，病好了那个人还吃药，你想想看，这个人是健康的人吗？健康的人不要吃药，吃药的人一定不健康啊！啊，健康的人不需要补啊，天天吃补品的人，这个人一定不健康。啊，你看怎样过得健康呢？首先要是清净心啊，清净心是健康的真正的来源。要知道心本来是清净的啊，即灭的啊，清净即灭。第四，无念。若无有念，则无动真，得有。可见得这个念叫观念。因为有念就有思想啊，本经后半部上说人见啊，讲四见，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那个见就是念头啊。啊，我们讲意见啊，是念头，比前面讲的四相啊要微细很多啊，相是形象，这念头，相从哪里生的呢？相从念头生的啊。因此，我人众生受的这个念头都没有，啊、念头没有了，那个四相在真的没有了啊。只要有念，就有相在。啊，念没有了，相就没有了。这个相虽然在，那个不碍事。啊，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要紧的念头要离开。念头没有了啊，得失当然没有了。念没有了，相没有了，哪里还会有得失？一个人真正到没有得失心了，你才会真正懂得佛法里面讲的解脱，讲的自在呀、啊，真自在呀、啊！啊，有得有失，决定不自在。啊，你心里有牵挂的，有牵挂，当然就有忧虑。啊，有忧虑，当然就有烦恼，就有痛苦，这一定道理吧？啊，如果到念头啊，这个没有的时候啊，你就没有牵挂，没有忧虑，没有烦恼，没有痛苦，这才叫真正的乐，离苦得乐，那是真乐。啊，那个乐，我们普通人没有法子体会，没有法子想象，啊，为什么呢？从来没有经验过。不但这一生你没有经验过，生生世世你都没有经验过啊，所以你很难体会，一定要做，做了之后才晓得啊，才知道。第五，平等，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平等真法界，佛不度众生。所以《无量寿经》上教给我们啊，修行的三大纲领：清净、平等、觉啊。我们对待一切众生都要用平等心啊，这叫真修行啊。有一些人在这个僧团里面啊，看到这个僧团呢，人太多了，意见太多了，啊，就想办法赶快啊离开了，啊，
找一个清净地方去修了，也未尝不好啊。要实在讲呢，他不会用功。清净心在哪里修啊？就是在这些染污里头去修清净。平等在哪里修啊？在极不平等里面修平等。那是会修行的人啊。会修行的人没有挑剔啊，没有选择，什么环境都好啊，人事环境、物质环境没有一样不好。无论什么人，善人恶人都是善知识，没有一个人不能和睦相处，那才叫功夫到了家了。所以像诸佛菩萨，哪个地方有感，哪个地方就现身。大家念过普门品啊，普门品读诵的人很多啊，观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啊，魔鬼里面求他，他就现魔鬼身，他不嫌弃他，畜生道念他，他就现畜生身，应以什么身得度啊，他就现什么身。我们要想学佛，不在这上下功夫，不在这上学习，你怎么会成就？一定要选择一个你自己认为理想的环境，那哪里能修得成呢？你想想看，选择一个自己理想的环境，你依然是严重的分别执着，你的心不清净，你的心不平等，心要清净要平等了，哪个地方不都一样？我们反复住十法界，你要晓得观音菩萨诸佛如来现身在十法界里面，他住的是一真法界。我们跟观音菩萨平排坐在一起，手拉着手，他在一真法界，我们在十法界，怎么回事呢？他心清净，一念不生，我们这个心里都胡思乱想，那不一样嘛。我们要学的是学他的清净心啊，学他的平等心啊，学他的慈悲心啊，学他能随缘呢，这叫修行啊，这真修行啊。所以这个地方古德教给我们常常观想缘分同体本极无念平等，常常想着这个，一切时一切出，六根皆出六尘境界，常想想这个理，想这个思啊，这就叫修观啊，修观把我们的观念呢转变过来，我们从前的观念是错误的啊，这个观念呢才是正确的，与事实真相相应。我们以前的想法看法与事实真相不相应，是错误的。总之性真实，性是能变能生，相学相是缘生之法，波动现象，波动还是原生，正真实心与一切境界，真实心在哪里呢？就在一切境界之中。力量相哪去找心？心相一如
性相不二，你要证真实性呢，就在相上证。你要证平等性，在哪里？在极不平等的境界里面去证。你要证清净心，在一切污染的境界里面去证清净心，那才是成就，那才真的。可见的清净处啊，就在污染处啊；平等处就在极不平等处啊。一不是二啊，在这个里面证得一，就清净就平等了嘛。离开这个境界，那你到哪里去修啊？到哪里去证啊？每一个地方修啊，每一个地方证啊。所以我们真正想修行想成佛，找个什么道场呢？就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最好的道场。没有改变你生活的方式，没有改变你日常的工作，你在这个里面就得清净心，得平等心，得成正觉之心，你就成了菩萨，成了佛了。每一个行业都是佛菩萨，不着相而归于自性，乃为真实。般若会上讲的主题总纲领总原则，就是不能着相啊，不能着相，就是决定不能够执着啊，不分别不执着。请看下面一页，观照成熟，当体皆空。这是观照功夫得力，刚刚初学，自然不得力。这一个境界或有或无，有的时候提起想起来了，再过一会忘掉了，这个情形初学的人呢总是不免就是功夫或断或续总在这个境界里。但是不要怕，起步了都一样我们现在是一样，别人也是一样，现代人如此，古人也是一样即使是诸佛如来，他们在因地当初也跟我们是一样的所以这是很正常的现象要常常提起。怎么会提起呢？因此这个早晚课就很重要了早晚课呢养成一个习惯，纵然呢有的时候忘掉了但是到这个时候他就会想起来了就早晚课是在讲就是养成一个提起观想的习惯重要是在这个地方。功夫得力了，你烦恼妄想，也就是像那种错误的想法看法了，少了，逐渐逐渐呢，我们的想法看法跟佛经上讲的逐渐逐渐趋向一致，这是功夫得力的现象。
真正能够到体会到万法皆空，你心清净，这个是从观照达到一个程度的效果，叫照住了，照住就得定了。你为什么会得定呢？你有高度的智慧，看到一切法相有体无，所以在相上你可以受用，因为它体无你决定不执着的，它其实空的，你执着它干什么？这个是有受用的而没有副作用，没有烦恼，没有忧虑，没有牵挂的，即念则有啊。若无余念呢，一切皆无，故知本来平等。一切法是因为有念它才有的。不但我们这个身体，刚才我举例子跟诸位说，我举一个很浅显的例子，健康与你的念头啊有密切的关系，完全成正比例。再要是扩大呢，我们依报的环境，我们居住的环境，居住环境大者地球，再大的我们今天讲太空，太空许许多多的现象，我们今天讲天文现象，这些现象与我们的念头也有密切的关系。你不要以为地球那么大，太空更大，与我根本就不相干，你就错了。我们起心动念呢，那里头都会产生变化。我们的念头不太强，它的变化比较少。我们觉察不到，决定有影响的。一个念头生，一个念头灭，实在讲呢，它的影响的范围啊，真的是尽虚空变化界。如果要不影响，没有影响那么大的范围，你们想想看，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距离我们这里十万亿佛国度，我们这里动个念头，为什么太小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念头这个波啊，像电波一样啊，已经传达到尽虚空变化界，所以他知道啊，念头的生灭呢，就是波动啊，不生不灭呢，那个波就不动了。波动是本体呀，动是现象，相跟体是一呀，不是二啊，就像水跟波一样啊。波动的时候我们叫它做水，它动的时候我们叫它做波浪。问一问，波跟水是一还是二呢？不能说一，也不能说二。你要说二吗？它根本就是一，我就是水，水就是波。你要说是一吗？水是平的，波是动的。所以佛给我们讲真话是不一不二，这个绝对不是模棱两可的话，是讲的真相啊。所以大家想这下面，想这些四项上去观察去体会，我们学佛的人大多数啊，同修家里都供一个小佛堂，佛堂里面可以不必烧香，
烧香当然很好，不烧香也没关系。可以不必供香花这些，可以都不必供，但是那一杯水一定要供。供水是什么意思呢？要供清水，不要供茶，供茶就错。水表清净心啊，每一天供的一杯水不是给佛菩萨喝的，是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的心要像水一样的清净，像水一样的平等，就是代表的清净心平等心。清净心平等心是佛心，是真心啊，提醒我们这个意思。这个要明了啊，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自己啊。有很多人不知道，供一杯水以为这是敬佛的啊，给佛怕佛口渴了。自己一天到晚还是胡思乱想啊，跟自己的心情毫不相关，这就错了。这完全搞错了，所以这是用这种方式提醒自己啊。真心妄心本来同体啊，就是我刚才讲的比喻，真心呢就像水，妄心就像波浪，就这么一回事情啊。妄心就波动嘛。波动，它是一不是二啊。起心动念则全真成妄，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十法界一真庄严啊，无量无边的法界，就是你真心波动变成幻象啊，变成幻象。心开念息则全妄即真，心开他就开悟了，觉悟了，明了了，不再迷惑了。念是什么？分别执着妄想没有了，没有了。这个时候啊，全妄即真，那个妄在不在呢？在，在是真的，样样都是真的。想的，我就是谁，不要再去找谁了，我就是谁。虽然妄想在，《华严经》上说的好啊，离四无碍。理是真啊，事是妄啊，不相妨碍啊。那真妄不相妨碍啊，真妄不相妨碍，那个妄相啊，妨不妨碍呢？也不妨碍，事事不碍啊，事跟事也没妨碍了。这真正叫得大自在啊。我们今天四跟离有妨碍，四跟四那更是妨碍啊。这是什么道理呢？理没有透彻，事实真相没有搞清楚啊，所以才产生了许许多多的误会啊，这个造作一些的冤枉事情啊，本来通通没有的啊。我们要说本来可以避免，这个话说的都太勉强了，根本就没有的事吧啊，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的事？都是理没搞清楚，事实真相不明白，不知道全妄即真。作为除妄啊，是无可除啊。这个佛法里就常讲，
要断妄啊，要求真，这些话都是佛的方便话。而是佛对于初级同学所说的方便语，这个讲话是他好懂，叫他断恶修善，慢慢的把他这个境界提升。对于老修行，那就不是这样说话了。为什么呢？这种说法修法不能见性，因为他分别执着没离开，必须更进一步告诉他真实，因为妄就是真。那要是把妄除掉了，真也没有了，那就好像不就是水呀，波不要了，水也没有了。你要了解的波就是水呀。那要怎样见到水呢？让那个波平息下来啊，原来它就是这个。不可以去了波去得个水呀，得不到的。我们把妄断掉了，灭掉了，去找个真，真也没有，哪有真啊？真就在妄中。所以说呢，降伏，降伏是那善巧转移，大而化之耳。这个是大乘佛法，我们常讲高度的智慧，高度的善巧。真正是善巧达到了基础，因为这个心量越小，这个波动就越大越小的时候波动就越大，那个心也是拉宽了，它波就拉平了，再拉到最大的时候，它这个自然波动就没有了。这个法子很妙啊。你比如我们看这个波动最大的瀑布很多地方我们去看很壮观，瀑布呢都是很自小，水流得很急，它才有这个现象。假如说把这个口拉宽的时候，它这个现象就没有了。我们那个心呢也是如此，所以心量越是自小，它的妄想分别执着就越严重，波动就越严重。那个心量也越来越宽大呢，它的波动的幅度就越来越减少。大乘法用这个方法，大而化之所以我们的心量要大，起心动念呢不要想自己不要想家庭起心动念佛教给我们要学佛，佛的心量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就是大而化之大到无限大，这才好啊！起心动念，我们都想到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佛要度一切众生呢，是度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我界令入无余涅槃而也都知，要生这样的心这个心是大心，这一个心量呢就把那个烦恼妄想转移掉了所以那个妄想分别之中不要断了，自然就有了你真的要想就断它，好困难的，断不掉啊！你不断烦恼，好像烦恼还不起作用，越想断它越多
越想断它，好像它的力量越大，这都是事实。这个大乘法方法巧妙，让我们心量扩大，把它自自然然的转变了，转烦恼为菩提，转生死为涅槃，转变了。那么《金刚经》上说在讲，就是给我们发明这个理论与方法，发广度心大悲心，发广大心度一切众生，这是大悲，这是大悲心，大慈大悲。那怎么个度法呢？这个地方诸位一定要知道，就是要做一个好样子，这就是度众生。我做一个好的榜样给一切众生去看。念佛，他做个样子给我们看。每一天这个生活，着衣持钵，入社会大乘七十，举一个例子，样样都合规矩，这做个样子给我们看。我们今天学佛，就是在这个社会上，要做一切众生的好榜样。众生不守法，我们守法，带头做样子。众生不守规矩，我们守规矩。众生呢，做什么事情投机取巧，自私自利，我们带头做个好样子，我们一切奉公守法，认真去做利益一切众生之事，能够学己为人，这好样子。在家庭做一个家庭的好样子，在公司行号做一个公司行号的好样子。无论你从事于某一个行业，你在这个行业里做一个好样子，整个社会大家都能这样做，这个国家就是佛国，这个地方就是极乐世界啊，这才叫真正学佛，这才叫学佛得到真实的收益，真正的利益了。你以为利益在哪里啊？学了佛，佛菩萨保佑你会赚大钱，这是你的利益，那就完全错了啦。大钱赚到了，还是你命里头有的，命里头没有的，佛菩萨也不能够帮助你。所以念念想给一切众生做好样子，这就是诸佛菩萨度众生。那个度的意思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就想着我应该怎么学了。在学校念书，我做一个好学生，功课好，品性好，身体好，好学生呢，那就是菩萨。做一切同学的榜样，那个学生叫菩萨学生。佛法要这样学法，学了马上就有用处，就得用处。观实无理大智，观是观照，
照一切显象都是因缘生法，当体皆空，本来无有啊。这个观法呢，就见到了真性，从相上见到性，这是智慧，大智慧啊，也是禅宗里面所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性是什么呢？性就是理啊，万事万物的本体，从相上要能见到性。为什么一定要见性？因为你见到性了，你才会不执着，自自然然呢，你就会做到无助，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住无所住，世尊表现的是住无所住，我们也能像佛一样的住无所住，那怎么会不自在？所以要有大智，有大悲，才能够帮助一切众生。你自己才甘心情愿，认为这是我应该的，我做个好样子是应该的，没有条件的，我应该要怎么做？不是做一个好样子，人家会赞叹我，人家会供养我，里面有很多名利可收，那就错了，那不是。那个心也不清净的，也不平等的，叫装模作样，那欺骗自己，骗众生，那叫有罪业了，就是没有任何条件，我应该要这样做。悲智具足，福慧双修啊！大智大悲，实在说呢，大智大悲是我们自信里头本来去做的。虽具足，可是我们呢，久远借来把自己的自信迷失了。悲与智，这个性德不能现前，所以今天一定要用修德把我们的性德再恢复，这个做法就是恢复性德的方法，这个方法非常巧妙，也非常有效果，这是真实福慧双修，有智慧有福德，但是福德世尊在本经里面叫菩萨，菩萨广修福德而不住福德，这个话很有道理啊！你想，世尊他所实现，他就不住福德啊，那个佛的果报一真庄严，那还得了啊？他不住，他实现在我们人间呢，跟我们一样受苦受难呢，天天就偷窝。不是，不受才叫真清净，那个心真清净，真平等，真慈悲，
其实那个受啊，是我们凡夫的一个错误观念。哦，我们凡夫们，我有福应该知道享福啊，那有福都不晓得享啊，好像看那个人是傻瓜了，不要吃，有福都不晓得享。其实有福不享，他是在真正享福，我们凡夫不知道，那真享福。说实在话，有福他在享福，那不是享福，受罪。那个不享才叫真正享福，这个很少人能体会得到。我们看到佛菩萨那么样的自由自在，游戏人间啊，游戏六道啊，那叫真正在享福。那个不受福报，高明极了。这个叫福慧双修，福慧具足。立志要坚强，勿生怯懦。坚强的志愿是从学问里面生出来的，没有高深广大的学问，那个坚强的志愿很难立。哪一个不想立志坚强呢？为什么我们这个愿力就强不强，就没有办法？原因就是我们对于事实真相知道的太少，我们的智慧学问不足，常常产生自卑感，很容易退摄菩提心，很容易退转。道理在此，看破放下，求生净土，即此便是降度。这个几句话，特别是在我们现代这个时代，那么立志坚强，我们要立什么志？成佛之志，广度众生之志，要立这个志。换一句话说，我们真正想做佛做菩萨，什么时候做呢？现在就做。现在做的那个佛菩萨了，给都说不是真的佛菩萨。什么佛菩萨呢？相似啊，天台家讲六级啊，相似级。我们照佛菩萨那个模样来学习，就是我在此地一再跟各位同修强调的，这个变数设多了，你的印象深，不会忘记。做佛做菩萨，就是做好人，做好榜样。这是真话，但是我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以此为满足了，你今天做的一生好人啊，好事啊，来生不过得人天福报而已，不能出三界，不究竟，所以眼光要放大，那就是一定要在这一生求生净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前面都跟诸位报告过了，西方世界是一真法界，我们不仅是出了六道轮回啊，
超越了十法界，不但超越这个人天呢，诸天二十八层天呢，声闻缘觉菩萨乃至于全教的佛我们都超过啊！西方世界是一真法界，超越十法界，见到阿弥陀佛，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我们的智慧能力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真的可以在净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居住的所在呀，示现好榜样。这个就是佛法里面所讲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你才真的得大自在啊！做好样子的心，决定不能退；求生净土这个愿，决定不能退。这一条主要是教给我们这个，一定要看破，一定要放下。看破放下，小而言之，对于自私自利这个念头要看破，自私自利的做法要放下。大而言之，对于身心世界要看破，要放下，我们才能够得生净土。对于这个世界有一丝毫留念，就不能往生了。所以身心世界要放下。那么你这样做法，与《金刚经》上的宗旨啊，自自然然就相应。《金刚经》问的，怎样降伏其心？云何这个应云何住，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我们把心住在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地方一切妄想分别执着自自然然就降伏了。真心不信，我们说的具体的，清净心、平等心不能先起。清净平等就是真心，学有妄障、妄想，世尊在《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说明毛病就是出在妄想之中，妄想不断地在发展，在增长，就变成了所智障。执着也是不断在发展，不断在增长，变成了烦恼障。这是佛法讲的二障。二障从哪里来的呢？就是妄想执着而来的。妄想执着是一切障的根源。妄不出境，二月安住如如之真，即此一念依然是妄想。可见得妄难除啊，真心难现前啊，不是容易事情啊。我们要认真，要努力。
要把这桩事情真正当作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来办，除此之外小事。这才是我们终身大事，决定不能够疏忽了。望不出尽，这个地方讲的望是指见色烦恼，尘沙烦恼，见思尘沙要断尽，然后的破一品无明，就见一分法身，这个时候才安住如如之真。我们对于这种人称他为法身大师，他才安住如如之真，也就是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那么由此可知，此地讲的妄啊，要出尽啊，着重在见思，在尘上，没有到这个境界。我们想安住如如之真，这一念呢，还是一个妄想。这些道理，这些话，在讲习当中不断地在重复，不断地在提醒，其目的要我们时时刻刻不能忘记，不能够疏忽。我们用功啊，才如法，才有一个入处啊，入门的出处啊。入处啊，必须把障碍都排除。譬如前面我跟大家提到念佛，念佛老实念下去就好，就如法。要常常挂念着，哎，我念了好久了，还没有得一心，几时得一心呢？这是打妄想吧。念佛最忌讳的就是夹杂，你念佛里头还夹杂一个什么时候得一心，你说你这个功夫就破坏了。老实念，根本就不要问，自自然然就得一心。如果有一个得一心的念头混在那个地方，你念一生的佛都不会得一心，障碍障在这个地方，这是不可以不知道的。底下这个经云呢，就是楞严经上说的，佛跟我们讲的因明照生所，所立照性王啊。前面这个一句是般若智慧的关照，没错。真是讲一切万物之生起，升起的那个所在，所在是所在是一真法界，是真如本性的。前面这一句因明照生所，明就是般若智慧，这一句就是禅家讲的明心见性，那个生所就是性，
明心见性，底下一句就不好了，所立了照性就没有了。如果在所上要有所立，这个离啊，就是前面讲的住啊。立是什么？分别、执着、般若智慧就没有了。那么由此可知，我们本有的般若智慧之所以不能现前，就是我们呢有力，我想不少同学们应该听说佛门有一句话，佛事门中一法不立，一法不立，立一法那就所立照相法，佛事门中一法不立啊。又说佛事门中一法不舍，一法不立就是本经上所讲的应无所住，一法不舍就是说的而生其心。所以很多句子你合起来看，那个意思就很明显了，可以互相拿来做注解，这个一佛的意思你就会明了了啊，怎么愿解如来真实意啊，这真真实开智慧，楞严经上说的两句话，又曰知见立知是无明本。也有不少同修常常有个疑问放在心上，佛法里面讲无明不觉生三心，境界为缘长六粗，这是讲这个十法界的发展演变，这两句话说得很清楚。最初的原因是无明，无明从哪来，这是大问题啊。释迦牟尼佛在世就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可见这个问题不是我们一个人有，很多人有。富楼那尊者在楞严会上听释迦牟尼佛讲经，就产生这个疑问，向释迦牟尼佛请教无明最初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无明，佛就是这样答复他的，知见立知是无明本。你看这个坏呢就坏在了立字，知见没问题，知见是佛知佛见，真实智慧，真实智慧里头你要立，那就是无明。跟前面那个死力都在那个力，你要见力啊，这就坏了，你这一见力就不是自然的，就不是本来面目了。这个东西就是祸根，就是无明的根本，那叫根本无明。那么这个离发展到今天
那个现象是什么呢？我想怎样怎样，我要怎样怎样，我以为怎样怎样，这是略点发展得很粗了。你要这样，他要那样，好了，两个人合不来就打架了，打得头破血流，最后还是一场空。你说冤枉不冤枉？啊，人与人的冲突，国家与国家的冲突，啊，现在的发展是什么？这个星球战争，晓得？星球与星球的冲突从哪来的？就是每一个人立的不一样。本来没有立嘛，为什么要立？两个国家打仗了，为什么打仗呢？他因为立了一个边界，那个地方就麻烦了。本来这个地球上没有边界的，哪有边界？哎呀，在那里立个边界，那麻烦就出在那个地方。无论大事，无论小事。所有一切的病根呢，都在这个例子上。所以诸位细去就想这个经文，去关照这个经文，常常念，知见立志是无明本，念个几百遍，念个几千遍，去体会这个意思，你渐渐就明白。然后才知道我们要怎样与一切人没有冲突，与一切众生没有冲突，与十法界一正庄严没有冲突。我不立的，你立没有关系，我不立，自然就没有冲突。冲突是双方面，一方面要争，一方面让，哪有冲突？没有冲突的。一方面有，一方面无，都没冲突的。佛知道这个道理，佛晓得事实真相啊。我们学佛要在这个地方学，果然学会了，一切人、一切处、一切事，没有一样不美好啊。你再看，都生欢喜心，那个时候才真叫法喜充满啊！纵然到阿鼻地狱，也法喜充满，这个你真的受用了。你真正明，真正开智慧。所以古德云，但求希望莫跟迷真。这古大德教给我们，我们只一味在希望这上面加功夫，不要再去求真。为什么？妄就是真，妄习了它就是真。妄刚才讲了，像水一样的波，波在那里动，波习了就是水吗？还要求水干什么？不要再去找水了，它习下来的时候就是啊。但经凡情啊，别无甚解啊！不要去天天想着哦，要成佛、成阿罗汉、成菩萨，你这个是妄想啊，妄念啊！哪有佛菩萨？哪有阿罗汉？没有啊！诸佛菩萨罗汉跟我们人差别在哪里呢？我们人有妄想，他没有妄想啊！你的见思烦恼没有了，这个妄想没有了，就叫你做阿罗汉。尘沙无明破了几分呢，就叫你做菩萨。无明通通断尽了，就叫你做佛。除这个之外，到哪里还去找一个什么佛、菩萨、罗汉？没有啊！
真的呀，但尽凡尘，别无甚解。啊，你要一定去，一定有个什么秘密，有个奥秘，我要去得到它，你成天在打妄想。啊，正如同有许多同修看到我说：“法师，你修得不错啊，修得很好，一定有什么秘密呀、啊？要我传授秘密给他。如果我要动个坏念头的话，传秘密给他可以啊，要多少多少钱，我再传给你，那你一定会把钱送给我吧？我传给你，还是欺骗你的，哪有秘密？”啊，没有秘密，啊，真的要是说秘密，都是骗人的。啊，佛法是大慈大悲，佛法里头还有秘密，那佛哪里叫慈悲呢？佛还有什么清净呢？说老实话，秘密就是不可告人的事情，不可告人一定不是好事情。好事情哪有不可以告人的呢？你明白这个道理，凡是人家说有什么秘密，你就不要跟他说，是那个一定会上当的啊！那佛法里头没有秘密，那佛法里面有个宗派叫密宗，那个密不是秘密，深啊，它的道理很深啊，初学的人很难理解，所以它叫深密，而不是秘密。佛法里头绝对没有秘密啊，佛的心清净正大光明，没有一桩事情不可以告人的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经又云：狂心不懈，懈即菩提。这也是楞严经上所讲的，狂心就是妄想啊，就是妄念。妄念，这凡夫妄念不息啊！妄念很多，这就叫凡夫。如果这个妄想没有了，歇了，那就叫菩提。可见的，狂心跟菩提是一，不是二啊。狂心是波。菩提是事业，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啊！啊，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因此，真正修行用功在哪里？我们修真就在妄处。啊，我们修清净心就在染污处。我们修平等心就在极不平境界之处，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修慈悲心就在一切没有慈悲心之处，在这个里面修啊。你撇开这些境界，你在哪里修？这个没有啊，没有真啊，啊，真在妄处，觉在迷处，正在邪处，尽在染处。这是真的智慧，这是叫我们真正用功的方法啊！真正得受用之处啊，是在此里，不可以错会了意思。这个大乘经典世尊的这样的开示很多很多啊，虽然言语不相同，名相用的不一样，只去没有两样啊。在金刚经里面，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生无所住心而心不是，都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古人多读大乘经呢，
能开智慧。多读书，这个经与经当中会互相来注解，不需要用其他的解释，以经解经，看多了你就明白，会通圆融贯通。民国初年，丁福宝居士，这是在家学佛当中的一位大德，他对于佛教贡献很多，他也编了不少注解，都叫做浅注。他所用的方法呢，都是用经文注解经文，他以经注经，不用自己的意思，都是引用这个经上怎么说的，那个经上怎么说的，这个祖师怎么说的，那个大德怎么说的，没有用自己一点意思，以经注经，所以他那个浅注也是很好的参考资料，这些书在台湾都有流通，不难得到，我想我们这边这个图书馆呢一定有。这是一种注解的方法，但是初学的人一定要晓得，首先呢要一门深入，一定要在一部经上奠定深厚的基础，然后你阅读大乘才能够出类拔萃。如果你没有基础的话，你看多了越看越乱，它不能够会通啊，越看越乱，越看呢信心越没有佛在这个经上这个时候，那个经上那个时候，到底哪个说法对呀？是吧？一会他讲这个是空的，一会他讲是有的，到底是空是有，反而怀疑释迦牟尼佛说话了没有一定的，在这个那就坏了，那你就完全错会了佛的意思。一定在一部经上奠定深厚的基础，然后看一切经有受用，能出类贯通，不会错解佛的意思。这个是现代一般学佛确实在此地都没有啊，在一部经上下死功夫，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比不上古人，就连民国初年这些出家在家的大德我们都比不上，像姜维农居士，丁福宝居士，为什么人家能成就呢？人家的基础非常深厚，有儒家深厚的底子，又有佛法深厚的基础，所以他才能成就。这个基础都是从背诵下手，所以要是不是不肯背书啊，你要把这根扎稳了，很难很难的。现在人都不喜欢背书啊，不喜欢读书啊，这个很糟糕啊。他不晓得背书的好处。我们佛门，我只在香港看到一位老法师，他教学生呢还用老办法，我看了之后我很佩服，我特地去去礼座，海仁老和尚，他是1980年往生的，那个时候他90多岁，我就看他的时候他就90多岁，第二年他就往生，他在香港号称为首楞严王，因为他是专门学楞严，专门讲楞严，因为我那个时候到香港，他们也请我去讲楞严经，我之后学了去参访老法师，老法师只有6个学生，这6个学生呢，不但要背楞严经，
还要背注解啊，连经跟注解通通都要能够背得很熟，他才收你做学生。这个门槛很高，所以只有六个学生，但是真有成就。这个佛法教学一定要这样才能扎根啊。所以现在佛学院很多，佛学院现在也没有佛学院请我教书，在过去还有佛学院来找我，我不敢去了啊，因为我也受老师的影响啊，介绍我佛法的方东美先生啊，那是个好老师啊。方先生常常跟我讲，他在台湾大学教书啊，混日子啊，他说了，误人子弟。那样的学者啊，真是道德学问呢，都是令人佩服的。还说误人子弟，实在讲他并不误人子弟，学生不肯听，学生不可教，不肯接受教导嘛。这个我们听到之后很感动。如果教导学生的时候不能真正得利，也不能开悟，怎么对得起学生啊？学生不听话了，我就只好不教了，退出了。